再来，等一下，一号，大家有拍到吗？有拍到吗？你每个看台都站了一下子了吗？还是不是？你有看大家没在拍的在走？专业，专业，专业。好，那你就把你的作品的那边朝向大家，让大家拍仔细哈。啊，可以随意展示，没错。对，就二号我们会展示。看来他在上台之前已经在店面展示过很多次了。啊，你跑得要起来，来，跑起来。好，展示一下，展示一下。好，那就台下座位休息咯，等一下再一起上来咯。好，展示一下你的图，让大家可以留下这个漂亮的作品。那请大家有拍到我们场馆里面任何的照片，不管是我们的舞者、我们的作品、是纹身师，任何都帮我们标记我们的国际世贸中纹身博览会哦。啊，地标可以给我们打这个 KEC 高雄展览馆，这个地方很棒、很高、很大、很舒服，好地方。那么高雄指标的一个展览馆啊，我们经过了数年啊，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对不对 ？Let's go, let's go， 来到新的场馆 ，We move to KEC， yeah， 来到 KEC 了。谁掉了？来，谁的牌子掉了？是是是，他留个电话，等下留回来。不用了，小雪，你掉了你的牌，这是我的 line， 你可以随时联络我。好，那就看状况移动了哦。看大家如果没有再拍的话，就可以移动了。来到台下的朋友就到座位区休息一下，连在一起。Thank you.
得越来越强，我分不太清楚新人还是老将。对啊，还是说有人像那个有一个那个村里来女外科那个女配角，我不服，我演了十八年，终于得到最佳新人，能不能吃十八年了，还比这个最佳新人？我揣摩的怎么样？有点太夸张。欧美的写实黑白作品，帅。日式传统彩色，前辈加前面左边包手包起来了，双甲连起来，全身的。哎，这边你们拍好了吗？拍好了 ，OK， 好。懂日式传统的哦，用雕花上面细致。重复的图案，好，目前在舞台上就呈现的是我们的我们四个观众，我们是博览会第一天的第一个评比项目，也就是我们的最佳新人奖，最佳新人的会判年龄18到50，于国内外展会不得得奖，不限风格，不限位置，不限颜色，以45公分以上的刺青图案为认定标准，所以一定要45×45以上，以上才可以来角逐我们的最佳新人奖。那等一下最佳新人奖呢？因为是我们这个主办人泰哥非常觊觎这个。期望厚望的一个奖项，所以等一下我们邀请我们的主办人泰哥来颁发这个新人奖的前三名的奖项，所以我们泰哥亲手来颁发。那希望我们泰哥讲的这个得奖是一个开始，这个得到新人之后呢，往后的路才是重点，才是重点。所以那只老鼠应该是蛮害怕，很怕被抓在猫的手上。看你逃去哪里？给你一个葵花籽那种圈养的地方，小心，小心。很细致耶，在那个猫的头上还都有这个小小的不倒翁。这个小猫，好，我们可以下一个位置拍照，谢谢。好，这家新人看起来这边是最后一号了，那就请刚刚的这家新人的参赛 model 准备上来了，先准备，还没来，先准备就好了，不要离太远，稍微准备一下状态啊，衣服啊，脚步啊，弄一下这样子。那等一下呢，我们上台的时候呢，就把作品面向观众那边了哈。好 ，OK， 那我们可以等一下休息一下，谢谢。等一下名字排上来啊，不用分号码，没关系啊，不用分号码，就是上来排一排，把作品面向观众这样子。下面一个拍照位置，谢谢。正面的红脸的韩雅，肚脐下面也还有一幅韩雅，那想必他的嘴巴，有个位置，想必下面这幅韩雅的胸口，好，下面一个位置拍照，谢谢。好，那我们就请所有的，就先留下去了。来，我们请所有的新人的 model 请上台，报新人的 model 请上台。好，不用按照号码没关系，就
就直接上台。那我们看，直接在这条线好了，在这条线，哎，就往我这边走了，往我这边走。谢谢你，给我分号，那你往下一个位置拍照，谢谢。好，这边一位，好停，好，然后把作品面向观众，要比赛的作品面向观众。好 ，OK， 那一位帅哥来这里好了，金头发的帅哥来这里 ，OK， 好。这个位置可以，好，作品面向观众，作品面向观众，从你开始，我这边，对，那两排都往我这边过来一点点，往我的方向过来一点点，哎，看我这边，好，谢谢，过来一点点，好 ，OK， 欢迎陆电影这边，好，那我们牌子都发到老师的手上了吗？一位老师三张牌，好，好。好，再讲一次规则哈，每一位老师手上有三张牌，给他们心中的前三名哈。而这三张牌没有分哪一张分数比较高的，就是三张牌给出去，看谁得到的牌最多。如果每一位都有同分同分，我们就 PK， 就这么简单哈，直接明了。好，那我们就有请老师们，请出发，谢谢。
完全看不出来。你看我现在这个纹身师已经让你看不出来他是什么风格，他是什么职业的哦。哇！哦，这个高专业腼腆，这个腼腆的笑容啊。纹身师，你是纹身师吗？哦，看起来像助理，他又问说你是助理还是纹身师本人？是本人，本人。好，那我请我们勋章奖帮我们来递奖牌，这个牌子就是我们的。这个来自好，递给泰哥，谢谢。好，那我们就来到前面来接收这个挡道作品的话，好，没关系，好来 ，OK。不然就是我们看一下作品，不然来作品有这里，这里，这里，哎，怎么停了？不要，不要，不要走啊！这里啊 ，OK， 好，就这样，就这样，好，就这样，好 ，OK。第二名亚军得奖的是2023 The Third Tattoo Art Expo Best New Tattoo Artist Contest. The second place goes to 雕辉刺青阿辉，辉阿辉，雕辉刺青阿辉，他真是师父同名同志阿辉啊，雕辉刺青阿辉。就是吊威哦，好，来阿文老师握个手吧。哦，吊威事情，好，那我们请我们的勋章女郎来帮我们啊，这个递奖牌，来自。来自越南的雕辉，好，光辉的辉 ，Mr. Mosbolender， 越南得奖了，厉害厉害！看这次越南要拿几座奖牌回去，越南得奖哎，好不好？越南雕辉，好不好？越南雕，我选我们的新人王哈。2023第三届国际刺客高中纹身博览会最佳新人奖第一名冠军新人王得奖的是2023 The Third Tattoo Art Expo Best New Tattoo Artist Contest. The first place goes to 扎克鲁莫小红，扎克鲁莫小红，恭喜恭喜新人王，哇，你的项链好亮啊！新人王，掌声尖叫声！嘿嘿嘿嘿啊！哎，大家嗨一点，嗨一点，刚刚开始而已，礼拜五第一场，嗨一点，尖叫声！我跟你讲，我再分享一次，好不好？你给予别人的这种祝福，福报越多，你回来到自己身上的能量会越多了。好，来，我们再次有请我们的泰哥以及我们的勋章女郎来帮我们递奖牌。扎克鲁莫的。小红师傅，果然人如其名，我的憨样是红色的，哇，两个憨样，两面憨样，大面小面。好，来我们。